本期讲解一个贴吧日影300创业粉啊，每日稳定赚取2000块钱以上的一个项目啊，无需写文案啊，剪辑无需剪辑视频，简单好上手。百度贴吧一个老平台，是类似于知识星球和豆瓣一样啊，是一个圈子平台啊。大家看看，作者自己实操了几个号，流量这是非常高的，质量非常高啊。这是整套项目的介绍，这是提现的教程，大家看看，1000的话7000块钱的收入。平均1000、3000、6000也有，1000、10000的时候也常有，而且一个人一个号去发布内容引流就可以了，引流过来以后变现方式非常多啊，你会发现大家卖的项目的后端产品卖的还不一样，他们都是做啊前端啊后端来引流来处理，大家看看非常猛，这个变现是非常猛的，一个账号的话每天收入是几千块钱，这是整套内容。我们来看一下，这是下载整套内容，一共是9节视频课，讲得非常清楚，从零基础教学啊，还有这个变现也有详细的讲解，以及如何变现啊，这是重点必看的。如果需要本套课程的话，大家同样打开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标题的关键词，比如说是贴吧日影啊就可以了，或者是贴吧就可以下载本套教程了。